喜欢小号这个乐器的同学们，你们好。下面由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小号这门乐器。小号这个乐器呢，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乐器，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前就产生了。应该说是海螺呢，是小号的祖先。当初是只是为了传递信息，战争的时候，还有一些在狩猎的时候才用得上。那到了1600年至1800年期间呢，这个时期呢，有很多的那伟大的作曲家，在他们的作品当中呢，采用了一些自然号，也比方说像贝多芬、巴哈、一些莫扎这些伟大的作曲家，在他们的作品当中，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自然号。那实际上的自然号呢？比我现在手里边拿这个乐器呢要长的很多，那当然了，现在都成为古董了，也非常贵的乐器了。那在他们的作品当中呢，把这个进自然号呢，作为一个辅助打击乐器这样的一个效果啊，也就是说，这些作曲家以把这个小号至今能发展成了一个非常科学、演出非常嘹亮的声音。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啊，以至于成为这个小号成为一个在室内乐当中，一些爵士乐，一些各种音乐形式当中必不可少的成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好。下面呢，我把小号的家族向同学们介绍一下。啊，小号的家族呢有很多很多种类，啊，包括降 B 调小号、C 调小号，以及弗鲁格乐器，一些短号，还有降 E 调乐器，还有piccolo 乐器，还有一些自然号，啊，很多很多种。那首先一点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降 B 乐器。这个降 B 乐器呢，是我们最常用的乐器啊，所有的同学呢都要从这个乐器开始学起。那它这个乐器呢，它的特点呢就是说非常演奏起来非常明亮，具有感召力这样的乐器。那下面呢，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大家看，这是 C 调乐器。啊 ，C 调乐器呢，它，你看，发现没有？就是说，它这个，稍微比降 B 乐器呢稍微短一块。那也就是说，它的基本的调性是 C 调，比这个降 B 乐器呢要高一些。啊，它大量的，实际上在乐队交响乐队当中，很多的片段，很多的乐曲。实际上都是用 C 调乐器来演奏的，它大量的基本的在交响乐当中用处非常广泛。下面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他的声音呢更为明亮一些。那我手里这支乐器呢叫弗鲁格乐器，大家在音乐会上呢很少见到这样的乐器。实际当中呢，这个乐器呢在室内乐以及爵士乐当中大量的采用这样的乐器。为什么呢？它的声音呢非常柔和，有点接近于圆号的声音啊，因为有些小号的特性，还有点接近于圆号的声音。它的声音呢非常柔和，非常软润，吹起来呢非常歌唱性，有点像女中音的一个这个音色啊。我给大家演奏一下。下面呢我要介绍一下降E调乐器。这个降E调乐器呢应该说是在近50年才发明的一个乐器。它的作用呢就是说演奏一些非常古典的非常比较高难的一些曲目。你比方说像海顿、胡默尔，还有一些像巴哈，像这样的一个作曲家写的东西。实际上呢，现在的所有的演奏家都是用这样的乐器来演奏。那在交响乐队当中呢，他也演奏一些比较非常困难的片段。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基本调性是降E调，它比其他乐器要更高一些。他演奏的呢，音符呢，我觉得应该比较容易一点。比较经典的一些曲目，像海顿写的降E调。降E大调小号的协奏曲，现在所有的演奏家一般都是用这样的乐器来演奏。我给大家示范一下。我手里这支乐器呢是叫高音小号，我们通常管它叫 piccolo 它的作用呢，它一般的情况下是演奏一些更古典的，像巴哈时期的音乐基本上都是用它来演奏的。一些巴哈的一些室内乐作品当中的小号作品也都是用它来演奏的。实际上呢，就是现代的作曲家，包括一些非常有名的一些片段，像莫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的两个犹太人，就是用这样的乐器来演奏的啊。还有一些作品交响乐当中也大量的采用这样的 piccolo 乐器，用降E调乐器呢演奏的是已经非常困难啊，可以用它来弥补一些技术上的困难。下面我给大家示范一下。下面呢，我想重点的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样的乐器。实际上呢，这个呢，不能成为一个乐器了。实际上，在我们的中小学生当中，尤其小学的鼓号队里边，大家都能看着这样的乐器。那我这个乐器呢，实际上跟那个是包括小学生的那个鼓号队里边的乐器没有什么区别。它也可以演奏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几个音。那我为什么要介绍这个乐器呢？
那实际上呢，就是说所有的小学生在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一个乐器的时候，在小学里边当中，大部分呢都是从这儿开始认识小号的。那其实呢，它的演奏方式呢是跟所有的小号的演奏方法是非常很相像的啊，只不过就是没有键子而已。那我其在这个当中呢，我觉得尤其是中小学生的鼓号队里边，很多的学生对这个样的乐器产生兴趣，后来又转变成也职业的一个小号演奏家。在我们职业的这个吹小号当中，大部分都是从这样的乐器开始学起的。下面呢，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小号的组成部分。大体上可以，小号的组成部分可以分为三类。那也就是说，号嘴儿、机械部分和喇叭。那更细一点的呢，那我们先看，我们仔细看一下。那这就是号嘴儿。啊，这是呢哨管，在这个部位。第一件第二件第三件右手的小指沟，喇叭。那我们看这个部分呢非常重要，也就是这个部分，这是调音管。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小号的乐器呢，铜管，尤其是铜管的乐器，天一热的时候呢容易偏高，天冷的时候容易偏低，都靠这个地方来调节。啊，这是调音管，可以伸缩。这个呢，水门，放水时候用。这个呢是左手的手指沟，啊，这个呢是第二调音管，这是第一调音管，这是第三调音管。也就是说，这样呢，如果把这个键子按下去以后，它自然把这个音就长了，它就会音就会变低。通过这样的一个变化，把音变成高低。好，下面呢，我介绍一下号嘴的选用。号嘴呢，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部分，我觉得应该非常重要。选择一个适当的号码或者适当的一个型号，对你能演奏出非常美妙的声音。如果说要不适当的这样的一个号子，不适当的一个型号和号码，是不可能演出非常好的声音的。那我们现在所用的号嘴呢，一般的是从 7C 啊，我们什么叫 7C 呢？就是巴哈当中的巴哈乐器，它以巴哈乐器小号号嘴的型号为主，相比较，它的这个它这个型号呢比较标准，7C 呢它的型号呢比较适合于初学者。再以后呢，可以换成三 C， 换成五 C， 或者是二 C， 一又二分之一 C， 啊 ，C 型的号嘴呢，也就是 C， 顾名思义，也就是说它比较浅，也就是说微型的号嘴，实际上呢，我们很多的一些学生都是采用这样微型的，也就是说。什么叫微型呢？就是号嘴的里边
这个里这个堂内是微型的。那有很多的一些演奏家呢，也用一些 U 型的号嘴，也就是在这个堂内呢，比较深，也就是深型的号嘴。那我们初学者呢，一般就采用这样C 型号嘴就可以了。一般到比较专业的一个程度以后，都习惯于用一些比较大的号嘴，EU 二分之一 C， EU 四分之一 C， 啊，有的同学呢，还要喜欢比较更大一点的号嘴，叫一号，应该说是最大的号嘴，啊，那不过呢，就是在选用号嘴，也不论大小，那如果这个号码如果非常适合于你，那我觉得这个号嘴，应该算是选择最适合于你自己的号嘴。下面呢，我要讲一下正确的演奏姿势。啊，正确的演奏姿势呢，对一个小号的学习者，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正确的一个演奏会给你的声音，会给你的技术，带来一个非常松弛的一个状态。如果有不正确的一个演奏方式呢，会给你带来很多技术上的困难。那甭管是站着站立式吹号，还是坐着吹号，都会对你的这个正确的这样的坐着和站着，都会对你的声音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我觉得呢，就是说持号呢，就像一个建筑一样，那你的整个的建筑的合理性或者地基如果很稳的话，你试想一下，它就整个的这个建筑就是很稳固。那如果说你的这个你的站都没有站稳，它吹号那演奏乐器，我就几乎是不太可能啊。那有的同学呢，喜欢于把这个拿得很高，有的同学喜欢拿得很低。哦，这些都没关系，主要是放松，非常合理的持号，这就可以了。那我希望呢，应该是一个非常松弛的一个状态，应该是双肩，往下垂，是一个非常重、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个动作。那有一个比较很好的一个办法，就是说你试想一下，就是说这个左手呢，那你试想一下，拿一个杯子，像拿一个杯子一样的感觉啊，放在你的眼前，这样的动作呢是非常非常松弛的啊。没有一个同学会拿杯子也是非常紧张的，会那啊，那就会造成这样的声音非常有会抖。那持号呢也一样，这个左手非常松弛。那右手呢就放在这个上面就可以了。实际上真正的摁键的时候呢，只是手指头在动，不要胳膊跟着一起动。那胳膊跟着一起动会有的时候会造成一些技术上的障碍，实际上就是手指动就可以了。还有的同学呢，或者把胳膊翘得很高，就这样演奏。其实呢，在小号当中，我认为呢是最忌讳这样的演奏。那你试想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本身就是一种造成一种紧张，本身就造成紧张。这样的话呢，会支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产生疲劳。有的同学会这样，会这样的动作演奏，这都不可取。我觉得认为最合理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把号持平，双肩放松，这样的一个状态。在讲怎样练习号嘴之前，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嘴型。那也就是说，
一个很好的一个嘴型会帮助你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声音，包括你的演奏的耐力，包括你演奏的持久力都会有帮助。那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用你的舌头呢舔舐你的嘴唇，再用号嘴来找到一个嘴上你比较合适的一个位置啊，做出一个微笑的一个状态，最自然的一个状态来。其实际上呢，在演奏当中的嘴唇呢，是随着这种音高的变化来自然的给力量，不要人为的去把这个嘴上呢加成力量啊。就是说一个很好的一个嘴型会帮助你解决很多很多技术上的问题啊。试想一下，就是说我希望所有的同学们在练习这个嘴型的时候呢，或者是在镜子面前会照着自己的嘴型，看自己的这种嘴型是否正确啊，找到一个非常你认为合适的地方啊。下面呢，我要讲一下怎样练习号嘴。号嘴呢，练习号嘴是整个在演奏乐器的第一步。如果把号嘴演奏的非常好，你的声音或者你的方法，你的演奏的有没有这样的很好的一个发展，关键取决于练习号嘴。那其实呢，号嘴呢，在嘴上的一个位置，很多同学问老师在这个嘴上应该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我觉得呢，应该找一个在嘴上比较好的位置。这个位置呢，也没必要去特意去追求它。我觉得是一个自然的，就是多高啊，就自然的放在嘴上，或高放在过高的位置上，或放在过低的位置上。这对你以后的演奏都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应该最自然的一个状态啊。在练习号嘴当中呢，我觉得每一个同学在练习号嘴的时候呢，都要注意一个，必须有一个辅助的一个乐器。那比方说，如果家里有条件有钢琴的话，每天早上起来要。每天早上练习这样的号嘴的时候，它有一个固定的音高啊。首先呢，就是说你试想在钢琴上弹出一个降 B， 啊。有些同学呢肯定会想，是不是老师用嘴来震动啊？实际不是，实际真正的震动是通过号嘴来震动。号嘴呢，就是说产生一个哨的作用，实际真正的演奏是嘴上是没有任何的障碍，实际嘴上没有嘴上下嘴唇是没有粘上，不是通过嘴来震动，而是通过号嘴来震动。好，希望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点要记住，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一个革命性的一个理论，就是说你练习号嘴的时候，你试想一下，如果用嘴来震动的话，那它会演奏的时间或耐力持久力都会下降啊。在练习号嘴，每天练习号嘴呢，一定要有良好的一个习惯，就是说也必须通过一定的音高去吹出这样的音阶，连音吐音都要通过这样的号嘴来练习，实际当中跟演奏乐器是一样的。好，下面跟老师一起来练。
从钢琴上弹出一个降 B， 好，吹出一个四拍。这样的一个四拍呢，我希望就是说每一个同学在这样刚开始练习号嘴或练号都一样，都要用节拍机打出你相应的节奏，这样的节拍机。好，我们有谱例，请看谱例。吹出一个四拍，再休息一个四拍，再演奏一个四拍。实际呢，为什么要去练习号嘴呢？号嘴演奏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没有一个喇叭，这个发音距离比较短，其实是练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刚开始所有的同学们可能是吹不响这样的号嘴，不过没关系，通过长时间的一段时间练习啊，就可以演奏。下面呢，我来讲一下呼吸。那呼吸呢，应该说是每个人都是有生俱来的，可能刚生下来就会呼吸。那实际上呢，我们这个演奏乐器的呼吸是跟我们正常的呼吸没有什么区别，就是在正常的呼吸当中把它扩大、夸张，用这样的气息来演奏乐器，我觉得是最自然，也是最正确的。那么怎么去练习这样的一个呼吸呢？我想教给大家几种办法。其一呢，就是你的左手搭在你的右肩，你的右手搭在你的左肩，左手搭在你的右肩，这样的话呢，你会感觉到这个肩膀是松弛的，最后你的吸气的时候呢，这气息是往下边走的，你会感觉到腹部向外膨胀，这样的一个呼吸。那这样的呼吸呢，有助于什么呢？就是说不让你上部、胸部以及喉部造成一种紧张。就是说你把这个，有的同学们在呼吸当中经常会犯一些这样的毛病，就是说抖肩膀，把这个肩膀反拱起来，这样子自然的会把你的肺部和一些喉咙压紧，这样的话这个声音吹出来呢就不是非常流畅啊，也就是说有个挤压的一个动作。那要防止这样的一个动作呢，就是说你把这个香肩放松，这样的呼吸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这是一种办法。第二种办法呢，就是你的双手搭在你的膝盖上啊，哈腰这样的一个动作去呼吸，会感觉到你的气息全部充满你的腹部，这样去练习，这是一种练习法。还有一是坐着这种方式，双手呢掐住你的腰部，最后你的腰部呢向外有力的扩张，这样的扩张，练习这样的一个几个动作。实际当中呢，我觉得呼吸呢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然，不要把它复杂化，追求一个自然，把这个气息呢非常富的非常饱满放松，这样的话对你的整个的演奏的声音是非常有帮助的，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下面呢我要讲一下小号的基础练习，也就是小号的发音和一些指法音阶啊。那现在呢让我们第一个发音呢先发出一个最容易发的音，就是在五线谱上记谱上是第二间的骚啊，请跟老师呢一起演奏这样的音啊，先演奏一个四拍，完了休息一个四拍，再演奏一个四拍，再休息一个四拍啊，这样下去啊，跟老师演奏，一起演奏。那我建议同学们呢在练习这样的一个音的时候，练习这样的发音的时候呢，一呢一定要用节拍机，要有节奏的去练习，这样的就是你吹定音呢必须有一个目的性，它的音质把它的速度、它的节奏以及它的音高啊，都要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标准。那至于发音呢，觉得就是说还是像我前面所提到的这样，就是不是通过你的嘴来震动，而是通过号角来震动，所以关键呢就是要用气。那我们同学们试想一下呢，就是打一个比方，就是像一个高尔夫球运动员一样啊，他在打球的时候呢是一气呵成的啊，就是说他的动作是非常的流畅型的。那换过我们吹号呢也一样，那就像我们吹号的时候呼吸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节奏去呼吸啊，而不能说呼得很快吹得很慢，或者是呼得很慢吹得很快，这样都会造成整个的音的不平稳啊，整个音呢不是非常的有歌唱性啊，会造成这样的声音上的一些变化啊，造成声音上的不好听。那要怎么样去做呢？一定要想好，把这声音呢要发得非常平，呼吸呢又非常暖，吹出来这样的声音呢是非常温暖的，非常的柔和的样子发出这样的声音啊，然后各方面就像一个打球一样一气呵成啊，请看。那我现在吹这个呢音呢是哆啊，那我们呢已经刚开始把这个骚已经发出来了啊，我们有谱例，请看我们的谱例。在这个骚的基础上呢，我们编了一个练习曲，这样的一个练习曲。那是什么样的练习曲呢？我觉得很简单，只是吹一些简单的节奏啊，希望同学们呢家里边要用节拍机定的一个比较适合于你的速度，大概其在60每分钟60下的一个速度去练习这样的一个练习曲。好，跟老师一起来演奏。看上去呢听上去呢都非常简单，其实在这里边呢有很多很多的文章要去做，很多很多的细节，很多很多的动作要去做。你比方说呼吸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合理的非常放松的呼吸。那把这个音吹完了以后，你比方说前面吹一个全音符打一个四拍，吹完了以后呢又紧接着一个二分音符，
那中间这个二分休止符的时候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休息。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呢，希望大家呢就是把你余下的气呢要吐出去，这样的一个动作会有助于你接下去演奏。好，请仔细的看老师这样的一个动作，老师就吹前三小节。啊，这样的演奏呢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啊，你把你刚才剩下的气呢在这个休息当中充分的休息再呼进来，这样的气息呢不容易憋，也不是说吹得上气不接下气啊。那下一个音呢，我们演奏一个哆，在记谱上呢就是下加一线的哆。那我们看谱例还是一样，跟前面那个骚的那个练习方式一样，我们看一下谱例的一，啊，跟老师一起演奏，还一样，它的空键不要摁键，跟骚是一个把位。请大家看，这样的把位呢跟骚的演奏是一样的，似乎好像感觉这个哆呢是感觉发音呢比骚更低一点，那实际呢是一样的。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已经学了两个音了，那我们在这个两个音的基础上呢我们综合的练习一下啊，请看谱例第三。我们第三个音呢要学的呢是发，第四个音呢是咪，对不对？这三个音呢我们希望大家连起来要学习。发呢就是摁第一个键，这样我们的指法表上都有。咪前两个键，对，一三键。那我们在我们所有的乐器包括小号的乐器呢第一键和第二键这个键呢容易偏高，那我们在演奏这个音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演奏这个学习小号同学们要注意，一定要把这个键呢这个第三调音管向外拔出一点点，然后会调节它的一个音高，会把它的音高呢降下来。好，请看谱例跟老师一起演奏啊，老师就不一去演奏了，就演奏前三小节，请跟老师学。好，咪摁住前两个键，
Re 是第一键和第三键啊，同学们别忘了把这个音呢要拔出来一点啊。啊，我们呢把这从骚发咪瑞都啊已经学了五个音了。那请看谱例，我们为大家安排了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练习曲，就演奏这五个音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练习曲，请看谱例，下面这个谱例。已经学了五个音了，下面呢我们再往上学三个音啊，也就是拉。在基础上呢，这个拉呢在第二尖上啊，也就是说用前两个，它呢跟咪呢，跟下边那个咪，我们刚才学过的咪呢是同一个键，只是稍微多给一点气就变成拉了啊，跟老师来吹这个拉。啊，有些同学呢似乎感觉刚开始学的时候呢感觉这个音呢偏高，实际呢在嘴上呢或者气息上呢，在只是在气息上稍微给一点劲就可以很容易发出这样的一个音啊。我们把这三个音呢再把这几个从学到这个六个音，我们把它编成一个综合的性的一个练习曲，请看谱例啊，好，跟老师一起演奏。下面我们要学呢还有最后两个音，也就是 C 和 Do。 在谱号在记谱上呢C 呢就是在第三线上， Do 呢在第三尖上，这样一个记谱方式啊。C 呢跟所有的音都不一样啊，是按在中间这个音。那 Do 呢是跟低音的哆和骚还有这高音的哆是一个键的，都是它经过这样的一个号底自然产生这样的一个泛音啊。那在演奏上呢稍微再多给一点气就可以吹出这样的声音啊。能跟老师一起演奏还一样啊，演奏一个四拍，西演奏一个四拍，都演奏一个四拍，请跟老师一起演奏。那我们把整个的一个八度的音全学过了，那我们在这一个八度当中的音呢啊，咱们做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练习曲，请看谱例啊。好，请跟老师一起演奏。
那我们把一个八度的音全部都学完了。那我们我在这里面呢，我要再讲一个，再多学一个音，也就是说降七。这个降七呢，那它在谱号上，在那个记谱上是也是在中间这个第三线上。那呢，它前面呢，大家看仔细看，它前面有一个降。有一个小的一个 B， 我们通称降号，就降半个音，就在这个音的基础上降半个音。那我们这个第一个键，它是这个音呢，跟发的这个键呢是在同一个位置上，一样，稍微多给点力量啊，它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音，是吧？跟老师一起演奏，一样演奏一个四拍。啊，请看谱例。我们从发开始演奏，一直到降七，好吧？那我们学了这么多的音，我们再有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练习曲，请看谱例。啊，这个综合练习曲我们把它编一首曲子，啊，请跟老师一起演奏。学完了降七以后呢，我们再学一个音，再学一个变化音，叫升发。啊，同样没有按到中间那个音上，中间那个键，也就是第二键，这个音自然就会产生一个升发。啊，那我们大家看谱例。啊，在升发上，这升发前面呢有一个升号，像一个小井子一样的，在这个音上，也就是说，在这个音上，在发的基础上。在升法，在升高半个音，啊，升法，啊，请跟老师一起演奏。请看谱例。啊，我们在这个升发上建立一个练习曲，跟老师一起演奏。